早上的市场人也挺多的呀，现在9点。这些够不够？差不多哈。这牛肉。买了2斤牛排，2斤猪排，回店里就给他来个乱炖，啥味儿咱也不知道。我现在给大橙子和老爸打电话，让他们中午把时间都空出来，中午吃肉，吃排骨。坐到萌萌下课，这小电机它真帅呀，虽然我不懂。神兽下课了，我们现在往店里去。我买肉了，买肉了，排骨。中午咱们吃排骨。去哪儿？店里。哦，行。走。掏出来。猪肉牛肉混搭。店里的厨房不是我的战斗地，好多调料都找不到。现在跟萌萌他去买调料。这孩子一说上超市，你看看，哇哇的。今天的排骨就用这个辣白菜炖了，脏蛋的，老香了。俺家这个铸铁锅好久没出现了，今天就用它了。土豆啊，香啊！汤有点少啊。嗯。再来点。哎，是衣服吗？哦。刚刚的，来，用脚下，直接扔里边，是吧？你直接扔里。哦。啊，你是要做汤？哇。你自己画的吗？不是，老师给你画的。哎，你这放哪儿了？对，咱们先吃吧。你爸爸刚才给我来电话了，得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才能回来。咱们先吃吧。今天的菜有点简单哦。你再尝尝怎么样？给个评价。好吧。有点烫啊，注意点啊。闻的味道怎么样？还行，挺香。吃排骨多好。我给你拿筷子了吗？不。大鱼丸。萌萌那这边吧，这边吧，看看，这也有汤。对点锅烫啊，给他俩。今天我陪这两个小朋友吃饭。小朋友，才12:49。嗯。我今天放学挺早啊。嗯。一个咋能玩？那你一般都几点啊？12，怎么也得快到1点了那个点。你咋都不吃排骨呢？为什么？牛排和猪排都有。对，我吃，但是我想先泡汤。嗯。给个评价哦，好吃就多吃点，不好吃别说。辣吗？衣服不辣，我放的就是辣白菜那个辣，你能吃吧？嗯，辣白菜的辣应该能吃。灌汤包。萌萌好吃吗？味道怎么样？这个行，我也来一块儿，我就吃这块吧。不是我自己夸我自己啊，嘎嘎香。脱骨了都，坐等评价，是不是还可以？不是可以，相当的，我就等，我就。
就得这味儿啊。算了，就走吧。哎，等成热水了。差点泡老多汤了。嗯，不淡，正好。哎呀，走，整一口啊，那里。那里可能还有二斤排骨，牛排和猪排都有，无敌了。哎呀，没人跟你抢，真香，没人跟你抢，慢慢吃。盖汤，还是汤老盖。你汤好喝，我也愿意喝汤。我们都基本上就萌萌没泡汤啊，萌萌也泡汤吃了是吧？我现在全都泡汤吃的。把你的嘴巴洗洗呗。我看看。我们都知道你吃肉了。哎呀，我嘴坏了。不是，都油了嘛哈的。还有加午餐肉。嗯。